有那个、哦、有那个马努嘎的味道。哦，有马努嘎哈尼的味道。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一个啦，我们也没有试过的，它是来自尼加达的星星梨。对，它真的是非常大颗，一盒里面有八颗装，就是五公斤里面八颗装，可以想象一个大娃很大粒，一粒平均整个是700克那种 size， 夸张哦。8756嘛，5kg多。等这些标准啊，真的是糖度达到13度以上，绝对不是开玩笑。看，对，我是第一次吃这个梨，而且哦。哎，它有口感的，这个它有口感哦，蛮硬硬掉的。它果肉是带黄的嘞，晶莹剔透这样子、啊，咔咔声啊！流口水哦。How is it? Sweet, juicy. 哇，清脆香甜，是很脆。谢谢。那这个是大厨来的，试一下味道如何？有那个、啊、有那个马努嘎的味道。哦，有马努嘎哈尼的味道。到这边的时候，到喉咙那边，可是它是顺滑，然后它很清澈的感觉，它不会很腻，然后它不会黏喉，是非常清爽。Perfect， 哇 ，perfect。你看一个厨师都跟你讲 perfect， 你们要知道哦，那是什么东西哦。对 ，very nice 哦，哇哦。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你们千万不要错过它哦，而且是有严格的经过那个糖度检测的，非常 perfect。